庸庸明艳，旭日时淡。秦国跟我赵国的景色一样，壮阔秀丽。蟋蟀在堂，岁与其暮。秋虫鸣叫过后，岁末将至。赵王该与我王尽快订立盟约。现在已是十月之交，若此刻会盟失毕，赵王还能赶上邯郸的初雪。哼，寡人一闻赵王病体康愈，寡人这心里甚是欣慰啊。谢秦王悉心照料，寡人无以言谢。今日会面，是想跟秦王探讨一下争雄天下之方略。信送给秦太后了吗？禀太子，都已妥当。太后命甘泉宫女官在城外接应，就说我等都是伶人，入甘泉宫为太后坐月。好。